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杰。今天呢，我们不介绍潮流品牌，我们来介绍美食。那这家美食呢，是由网友大力推荐给我们的。它在信维市场，也在信义区哦，但是价格非常平易近人。听说这家吐司是吃了之后就会封存在我们的记忆中。那就要让我看看到底会不会封存在我记忆中喽。走吧 ，Go！ 噔噔噔噔啦啦啦！太多哆啦 A 梦了吧？哇，走进来之后就看到很多哆啦 A 梦，听说这是1:1的哆啦 A 梦，然后怎么是白色的？等一下来问一下老板，来大家抬头，大家抬头看，往上看，反向世界，他们是飞越这个城市的感觉。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个真的不是另外一个。找到记忆吐司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菜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想要吃什么呢？完全没有想法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要来问问老板有没有推荐什么，因为太多选择我选不出来。老板已经来了，我们来问他有没有推荐什么。那个老板，哎你好，因为那个菜单有点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老板推荐哪一个。都是卖的很平均，然后客人都蛮喜欢，像花生系列是卖最好。如果在选择食品这么久的状况下，我都会给客人选择障碍。对对，哦，选择困难。中间有一个选，它里面的食材就在这边，这样介绍会比较快，哦，就把所有的肉类和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在一起。请老板叫我们杨杰做做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大家一起做我很开心。首先要先洗手，我要洗手哦。噔噔，这个放中间，中间对，因为它有个时间，我们不能让它太快。那我们因为肉类呢，它还是有分的，像它这个可能会比较慢熟，需要时间，所以我们要先下。比较慢熟要怎么把它弄熟？跟它聊天吗？对，我们就先把它先拿鸡肉，然后再拿。老板无奈，就先拿鸡肉。对，先拿鸡肉。它不用加油。不用，全部都是干煎，都不用油。真的假的？健康。我们连蛋都没有。那不会卡在下面吗？好，老板厉害。火候控制好。啊，火候。对，时间跟火候。好，再来就是猪肉，因为它也是时间。这是腌制过的猪肉。噔噔噔，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开始做最底部墨西哥辣椒先。墨西哥辣椒很辣吗？很辣。真的很辣吗？真的。老板，我会怕辣。小辣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是酸黄瓜。酸黄瓜。自己铺啊。啊，好，我自己铺。那酱会很辣吗？不会，酸黄瓜不会辣。这样，我小辣就好。酸黄瓜不会辣。真的吗？我现在看它红红的，会怕辣的。一点都不辣。真的吗？老板，我相信你哦。因为。酸甜酸甜，它要综合墨西哥辣椒。现在换下一个。对，然后这个这个辣吗？就真的辣了。这个辣，那我一个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哇，这样可以吗？你要跟原版一模一样。对吗？就要吃跟原来的一样。好吧，好吧。老板平常铺几个？我都铺到10个。铺十个，那我5个就好了啦。铺5个就好了，老板，我怕。这样。你听这声音。牛肉，然后就把它摆在这边。对，对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这样吗？对，我们可以随便摆，就是想要怎么。我们不可以随便。不是随便摆，我们可以摆多少次？让他不知所措。对，他不知所措了。哦，牛肉翻。培根翻吗？我要翻了哦。好。有花生。哦，超香的。这里。对。哦，它有颗粒耶。我们用烤的可以吗？想吃吗？对。我亲手做的哦。应该会吧。会啊。
无价。对，这是他很无奈，想到把我的厨房搞成这样，搞我的厨房，我刚去的干净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花生猪，就是起司牛。对，这样吗？再斜一点。再斜一点，这样。来了，哎呦，哎，我们这样，我这样好看吧？不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好的。老板的坚持，这样好看了吗？真的。老板动过，把它分开就说好看。对。又是辣椒，老板，发辣，老板。很香哎，自己炒的。流口水了。流口水了，可是感觉很辣哦。这样速度哦。猝不及防。猝不及防，我要来了，哦，要来，这样我还没，老板我还没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代表公司的不可以漏气。三、二、一，起！哎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哦，原来上班了。耶！我录取了。中级美食选择困难中级做好了。做好了，噔噔噔噔。非常的漂亮。真的蛮大的哇！这个就是终极困难，困难终极美食。当你选择困难的时候，对。干嘛选？我们都要。我全都要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已经出来了。你看。出来了，大家要不要帮我数一下，总共几层？16层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怎么吃的？我光手拿起来就有困难。好吃吗？好喝哦！哦，卷饼吃法不错哦。嗯，辣吗？有你辣吗？没有，不可能做辣。之前都是女生点这个吗？不可能吧？应该情侣吧？情侣有三个男，三个男生。然后都挑战成功，全部吃完。一个半钟头那个是好辛苦，一个半钟头很久。那上面那个嘞？那个是那个抽空的时候画的，就是自己有一个想法，一个未来想要去的地方的一个想法。那个也是老板画的。对对对，那个是时光机后面那个布置。一般来讲，不是都鱼啊虾啊什么，我就觉得那个有点太无聊了，没特色。我就自己画。我觉得这样很有特色。那你有看过女生吃这个还没有？我是第一位。对，第一位。还没有吃，还没吃完。我吃一半，吃起来最好看的一位。长相问题没有。杨姐刚刚郑重想要宣布一件事情。我放弃。那真的太多了，老板真的是。料都完全没有在省的，我虽然失败，但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成功。欢迎你们大家都来这里挑战，看看这个选择困难终极美食。
今天就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耶。耶。希望老板可以看到更多人吃到这个。好饱。